莫叔，这届真正足多谢你，搁专工为泰国甲解药送过来，辛苦啊！袂啦，啊这古道哦，较早都捌听过，啊但是都毋捌接触过，啊这摆有机会哦，甲启勇来当做伙来研究，我算无开眼界啦，啊希望大姐当顺利解决。这内底藏的就是古道的解药哦，是拍开就当直接用。这哦，只是为泰国乌鸦摕倒来萃取。 还佫爱经过特殊的方式哦，啊才会当哦制作出到对抗鬼面狼蛛孤独的解药。喂，子健。启勇，我已经接到情报书啊，即马伫咧停车场。你人伫倒位？我嘛伫咧机场的停车场啊。这应该是。是咧北区这边吧？啊，恁伫倒位？ 我先派人来聊啊，紧报警。免费讲啊啦，对方敢若会听到杂讯呢？喂，李勇。喂。那、啊、是安怎啦？可能是地下室这边收讯不好。 电话那会卡袂通，敢是出代志啊？这第时间，敢会？我是送去实验室，卡边出什么意外？你唔当我袂乱忍人啊！爸爸安尼做是唔好啦，哦，你好啊，乖乖坐在遮，唔当我袂乱走呢。放我离开！ 我唔是江英团，我要回去哦，做解药救人啊！死老虎逼你来讲，到底有啥物好处？是安怎一直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代志啊？哼！啥物害人害己啊？如果死愈侪人，因就愈惊我；因愈惊我，就愈听我的话，是我控制。你有看过恐怖分子挟持人质手段无？啊？ 其他人只要另外手头，我下一个指令啊，时间到啊，无做到，我就杀一个；时间到无做，我阁杀一个。最后哦，伊拢乖乖听我的话啊，唔敢反抗啊。哦，就算你把我抓来遮，甲晶片扳掉，你最后敢若得着一具尸体，你敢真正要安尼？你莫继续讲，恁做科技研发的着上高，阮呢？ 安尼，道术修炼呢，就是迷信啦。我甲你讲，你会当在江启勇，啊，佮江英团之间安尼换来换去，就是道术佮科技的善变善。最后，相处上，啊，佮无一定。除了互江英团一条魂以外，你佮白方式，甲你解释佮较济吼，你嘛听无？ 就亲像哦，你甲我讲迄个晶片，我嘛听无共款啊。哎呀，喂哦，免讲遐尔济啊啦。你个用法术，唔惊你个身体会倒数。万什么身躯迄条纹，我已经收倒转来啦。要对付你。 刘少，刘少，你啊啊！
杨老师，你别走，你别对我造反，你搞懂没有？云腾，云腾，你是不回来啊？爸爸已经把江启荣一时拢压落去啊！你身躯吼，搁有残存一挂感人，你敢唔听着爸爸甲你讲话？有无？原来是安尼啊！不怪江英团的身体机理一直叫我安心，讲伊袂回应江道生。江道生，你要做法叫江英团转来，伊无爱睬你，你嘛是白了工。既然安尼，我就顺这个势，找机会逃走。爸，英团，英团，你真正回来哦！我们死已经自我了断啊，是安怎我搁试过？因为爸爸不准你离开我，英团，爸爸不是跟你讲过？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，你看我是不是做够啊？我就是无想要共拆散，你是安怎一直辜负我的苦心？你，我不准你对我这样不好。爸爸知影你的个性真硬，总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。既然你要保全别人，那呢，你就等下我家。莫离开我，对遐个人哦，我手势举悬，放因煞。只要你莫离开我，我拢会参详啊。所以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若是好陪在你身躯边，你就放大家煞。我下手会较轻的，啊，不过伊若是袂开，硬要甲我打，我反击是无轻重的，就袂怪我。爸，安尼毋是共款，我拜托你啊。放过罗家，我对你回去新加坡，你把这所有代志拢放下，拢莫管啊，好不？呀，你愿意跟我回去，一世人在我身躯边跟我友好。你走，乖，我的乖囝，我总算讲等到你讲一句话啊。英团离开以后，道生老赚到钱。把这块地买落来，起一间大别庄来咧纪念英团。其实拢是囥的，也无人来大家。连阿元伊嘛毋捌来过，毋知道生是毋是甲启阳掠来关在遮呢？你敢知啊？咱爸囝安怎才会当？安稳的过日子，啊，那就是哦，爱甲死对头，拢甲堵掉，斩草除根，咱爸仔才好多，会当好好过日子。若是江英团转来，若无法度叫起江道成的良心，颠倒会个抢单搁较粗残，这个妖怪实在太过恐怖。所以，你一开始和罗瑞安解约。就无打算要救老虎咪？那当然啦、啊，我哪有可能放过罗家的任何一个人？罗家峰弄甲重伤，我只要对万金玉还有罗瑞安下手，就会让因痛苦甲无想要阁活落去啊！啊，讲着孙伯海死查囡，啊，我要对付伊哦，嘛无遮尼困难，煞就是物界有心态。就敢若靠伊一个人，我根本就无甲当作一回事。你敢若耍来上重要的人是啥？啥？是陈忠信，还佫朱丽萍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伊嘛会死在先的。爸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无。解释给你啊，
你就知影爸爸做代志是我娘心里苦啊。这个死老狗才想要伫个家呢。奇怪，阿启阳奈看起来，甲死老狗相处到这尼啊平静，阿拢无反抗，阿无即马是咧搬倒一出。我爹摕乌车，乌车回来了后，外婚嘛回来，我爹好好啊利用乌车，到时阵我就天下无敌啊！我晓得啊，阿官啊，离婚。来做助魂术，把伊个魂藏在你的身上，你的身就会当阁重新活过来啊！那呢？啊，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啊，我来即摆先哦，拢向你担架。即个查某孙有啊，无拢不要紧，会当抓到阿官啊，顺续嘛会当抓到陈文尧。那呢？我甲陈忠信。阿个朱丽萍阿落底就亲像倒地鱼咁咁快，到时阵啊，就甲因做一届，全部拢好起来。这个死老狗，真想要我继续做歹代志，我会赶紧落来通知陈忠信，这个人来救启阳，绝对袂去互得手。什么事？我老爸。这个旧厝啊，久无人住，应该有甚物鸟鼠啊？你先莫管遐尼济啦，你讲我了解者。你讲掠阿外做助魂术，无掉我的身躯，安尼嘛，绝对袂帮你煞。管遐老太婆安怎想，随在伊啦。为着我即摆已经拜人去掠阿外啦，大伟应该会无啊。讲即摆已经掠到阿外，当得落去咧。可死老狗，你动作也真紧嘞！今日即马随去抓到阿外啦，那呢我就袂赴去通知陈忠信因啊。即马吼，我来甲你拼一输赢。你哦，脚底几根毛，我拢看会现啦。秘伫外口是要做了袂啊？哦，我无假讲哦，我甲阿瓜来阿车，你现身，真够讲的。你无抓阿瓜啦？早摆会抓啦，时机还袂到，我甲你骗的啦。我甲你拼，我来甲你拼。你个差不多的你。我这边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，袂放你煞。我嘛看到你真贱的啦，这老太婆规工家己外脚，哈？你厝间无，规个哦，去死死，我甲真急啦你！啊！你不是大家甲我讲，你活了有够啊？啊？我了顺你的意啊，免甲我说多些，顺个。江老师，你安尼伤害客户，江银团哦，没完了你啊！客户，骨卡锁出来哦！你假是讲你冒充银团，就想要来套我的话哦？啊，我跟你假来假去，就是瞄准你无迄个机会出去，会当泄露我的秘密。你想要办银团，那你我加减哦。会当感受一下英团对我的孝心，算讲是苦中作乐。所以你自头到尾拢知影江英团无你叫倒转来，你做这个代志，这一切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算讲你已经超越，让江英团活倒转来，伊嘛会继续甲你作对，会乖乖哦，踮在你的身躯边啊。你唔免管，我有我的办法。回去了，我就是袂让英团。搁一届离开我身躯边啊！